真的，每首歌都好动听，尤其是天后之后那个心动也是超棒的，就是 KTV 必点歌。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刚刚拿到奖的那一刻，心中当下的感觉是什么？觉得很感动。对，因为这是我在台湾的第一个奖，所以我刚刚拍照的时候我比一，因为对我来说那个一就是这是我第一个，然后我真的很开心，现在给了我这个奖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肯定，那我未来还是希望可以唱更多好听的歌给大家听。对对对，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因为我们这一次颁奖典礼听友的那个索票情况非常热烈，所以您在上个星期天其实有来到这边进行感谢签票会。哦，我好像记得哦，就是 So What， 好像他说如果有得奖的话 ，Mimi 就是会脱个西装外套啊，露下他的身材呀。今天。我有印象有讲过这样子，哇塞，这个经历也太好了。对啊，没错，什么东西这种记得最清楚的啊？检查一下。好，差一点。我和你们，我都脱下来了，而且蒋坤现在是男生的，我是女记者的，女记者不好意思害羞。为了爆点，什么都要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讲到您的好身材，是因为除了这个在音乐上面刚刚获得了我们的肯定之外呢，据说你在6月份会有一个写真集的推出，对不对？是，我现在的心情还是很紧张，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就是写真这件事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大家都很努力，然后我也没有设下任何的限制，然后就是因为配合是夏天，然后加上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比较热情的国家，所以在写真部分其实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呈现。好，太好，我们很期待，不要穿太多。好，那我现在我们把时间呢交给现场的媒体朋友吗？好。好，我们这个媒体朋友有需要发问吗？刚刚有一件灰色衣服的小姐。好，没关系，她可能跑出去追画面了。OK。好的，好，那今天这个刚好那个菲菲也在现场啊。那如果你要干嘛、那个？你不是刚刚是？你感觉到了吗？对不起，手就自动飞过去了。听说那个刚刚菲菲在台下的时候想说，哎，我们那个陈山很大风的吧？这样。对啊，你应该不会 care 吧？还好。两秒是那还好，真的，本来一直在冒汗，摸下去的瞬间整个人都冻结。我其实也冻结了，哇，你也真的太大胆了吧。是，潜力男生还是要把这个重点放在歌声上面。对啊，好，谢谢我们诗安Hindo潜力男生，谢谢你，给予更好的歌声，感动更多的人，谢谢。